主席、各位同仁，大家好。本院委员王玉敏、张慧珍、吴玉仁、徐欣盈、吕玉玲、罗淑蕾委员等26人，有鉴于国内发生多起幼儿托育死亡等不适任保姆事件，危害幼儿安全，但现行对此等不适任保姆无法立即要求不得收托，且无后续追踪辅导机制，形成我国保姆管理机制漏洞，为维护婴幼儿托育安全，内政部儿童局应使用行政权主动追踪管理，并尽速订定相关监督追踪规定，加强督促各县市政府处理不适任保姆问题是否有当，敬请公决。本院委员王玉敏、张慧珍、吴玉仁、徐欣盈、吕玉玲、刘淑蕾等二。